接下来这首歌是几代人的共同回忆。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1979年。79年，曾经在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被唱响，然后迅速火遍大江南北。不知道这首歌曲会不会唤起你心底温暖的记忆呢？我们来听一听。啊啊啊！是我唱吗？那我就把这首《相恋》带给大家。一首《相恋》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能让他这歌唱不了，你信吗？我也。你的身影，哎，你一个身影，永远印在我的心中。出现，这样给大家意外惊喜吧。对，谢谢谢谢。